我是刚刚列车到那110年4月19号新北捷运淡海轻轨红树林站来了来了，6644哦，7点50分出发的是6644，1095编组的轻轨捷运列车哎，哇塞，又是几米的。噔噔，开往红树林的轻轨捷运列车几米彩绘，然后这边看往就蓝海线看往淡水的嘛，哎，这班好像这个好像是我当初那个守航的那一班，是吧？嗯，还蛮感动的，守航的捷运。轻轨捷运，对啊，那蓝海线那时候守航轻轨捷运，不知道是我这一班的。然后下面一个马德门都电不到激光片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几米彩绘，两个字再见。